再努力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的棒，而且郭采洁真的，你要仔细看每一个人，他们都是真的喜欢你的，而且喜欢听你唱歌，真的很棒，给自己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好，太棒了！刚刚在工作对不对？对，今天一连串赶了很多个地方，很辛苦吧？因为其实我很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来过德林，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德林的朋友真的非常的热情，对。然后希望大家都会喜欢，谢谢。哦，你们喜不喜欢他的专辑啊？谢谢。Yeah. OK。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。没错，这首歌是我第一次演唱，就在这边。